他沉默寡言，他时常逛书店。那一天他讲了丘比特长失手，爱情太危险，他跟我约好了让彼此自由一点。我开始想念了他的每一天，聊了一整夜，说自己的从前，忽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，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，我心中的缺，我才是不懂一切。在遇上他第七天，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，像全世界从此被偷走，世界关中了爱情的结，很痛但是心很甜，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，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隐。从此被偷走。